帘子一掀开，寒星浦海镇忍不住东瞧瞧西看看，到底自己的分身有多像，来听听他怎么说。일단눈알눈동자색깔도똑같은것같고요코그리고제가사실지금보다조금살이쪘을때측정을했어요그래서약간살이오른모습도비슷한것같아요欧巴果然够敬业，话说得很含蓄。明明俊秀的脸庞做得像是吹了气的气球，胖嘟嘟的，还得自个打圆场，强调仿真度100分。아그런걸로정말하려나라고생각했는데정말하나하나수작업으로제눈알하나치아그리고머리카락한올한올까지직접해보고맞춰보고제실제사이즈를재기위해서수백장의사진도찍고아마7시간에걸쳐서신체측정을해서만든걸로알고있습니다其实杜莎夫人蜡像馆把明星做的大走中已经不是第一回，瞧瞧这个李敏镐又胖又壮，要是不说你根本认不出来。而心直口快的大 S 更是当场吐槽，我看到这个蜡像呢，我觉得他有点太胖了，希望那个蜡像馆馆方可以帮我让他那个减肥一下。还有这个李冰冰蜡像跟本尊差很大，真要说起来还比较像是杨紫琼，而 Coco 李玟这一尊超高发线快要变秃头，都让人看得哭笑不得。记者综合报道。